2024巴黎奥运将会在7月26日到8月11日举行，继 TVB 公布新奥运六星，包括2016年的香港小姐亚军刘泳璇、东张女神何佩嘉、G-Tour 何永卓、主持邓显峰、上位小生孔德贤和王霆锋造势之后，开 TV 亦都邀请了40几位现役和退役的运动员担任赛事专业评述，超华丽的评述阵容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开 TV 的制作总监张志明亦都透露，为巴黎奥运已经筹备了半年有多，今次除了想市民更加认识香港运动员，亦都想以运动员角度，以最专业的角度同市民讲解，就好像置身其中一样。